老师，今天我就要玩的是这个 Barbie 玩法组合。这个不需要用电，不需要折。之前我有其他芭比，然后我想要把它变卷头发，我就是用辫子要把它绑起来，然后再把它拆开就卷的了。然后它有附一个这个不用折的卷发棒，一只芭比，还有一个梳子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卷刘海的，然后还有发箍，还有橡皮筋，还有发夹。那我现在拆开来玩吧。哇！人出来了，现在剪芭比头发。电棒。现在用电棒把它剪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绕上去，这样子对不对？这样，然后这边这样，左右，哦，因为它头发很容易就卷了，哦，它是不需要用热，它马上就可以卷。这个是卷起来有一些包租婆，这样，然后这边是插上来。很快耶，真的很快就卷了耶。这电池哦，欸，可以耶，越卷越直，我可以让它变抖抖的纹哦。那它这很容易塑形，它的头发好像是不一样的，樣对。这样压一下，压一下。你看，抖抖的，抖抖的。你要剪它头发。然后再把它放开，把它悬空了。啊！天呀！我的鸡，我嘟嘟。OK， 好，OK 了。呜！哦！没有哦，你要这样落地才会美呀。这个应该好了，我觉得。太卷了，过卷，这hello， 包住，梳一下它就稍微直了，梳一下，那我觉得那个小的卷子比较厉害，它可以让它比较卷，所以它这个是特殊的发丝，就是容易卷的那一种，跟一般的芭比不一样，因为一般芭比的头发比较亮，它这个是比较雾面，可以卷的。我知道怎么控制这个卷度，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太卷的话，就是放上去，然后马上拿下来，就跟电棒一样。如果你太久的话，就会整个像变短头发。做好了，你看，很漂亮啊！你帮他绑头发了。嗯，这个很好卷，就是用手也可以卷，因为我想要这样大卷的，所以我就这样子这样子，然后这里也是这样，看起来像黑魔女，然后这样分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卷的头发，先把它拆掉喽。还有一个差别很大嘞，对啊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它慢慢又变直回去，所以你不用怕卷得太卷。对，这一撮它又慢慢会直回来。你刚刚一开始应该是全部都是。对对，然后我不管它，它就慢慢又变直回来。对对对，所以可以一直无限次的玩。就是梳子一梳就会平。一般的芭比应该是要绑辫子，然后把一天再拆开，就会是像这样。然后这个就。但它是马上。然后这个是这样子哦，你们看，是圈，然后是鸭子，然后这个两三秒。放掉就卷了，所以它这个头发的材质应该是马上就会卷的材质。你们可以买来玩玩看，它不想要卷的话，像刚刚这撮电棒、剪子，那你用梳子把它梳直都可以，这样它就会直了。喜欢玩头发的人可以买来玩看哦。这个做的过程真的，你看在帮它剪电棒，你看搞啊，金箍棒就是这一个。如果喜欢芭比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这个歌很老梗。
个没办法阿达，对阿达怎么办？摇一摇，它也会变直，就可怜的花姐姐。